团团目前的状况就是不太适合再做一个比较积极的麻醉的一个处理，除非你有什么样其他对他更好的帮助的一个医疗行为，我们才会去考虑。他们一直想要来关心团团，了解团团的现在的状况。当然我们还在跟大陆这边讨论。主管机关会依专业的这个审核，那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来核准这个案子。